新疆地区唐松期的墓葬啊，发掘的不多。虽然以前吐鲁番地区呢，发掘了一批隋唐时候的墓葬，但是哈密这个地方呢，从来没发现过。所以这批墓葬的发现呢，也可以说填补了洞天山地区，隋唐时期、唐宋时期的一个，墓葬的一个空白。银库是吧？一串一串的。说是剪刀啊。我们新发现了十几处遗址点，这些遗址点从距今4000年一直到清代都有发现。通过这次调查，我们基本上理清了哈密白洋河流域年代序列的一个情况。另外呢，我们发现了口手含握银币的现象，也是哈密市的第一次发现。这些发现呢，都进一步丰富了哈密市的历史文化的一个脉络。